跟你说我不要了，你他妈什么态度啊？消防都可以坐下去了，你不要，你要我东西丢哪边啊？那不然你就不要点嘛。他妈，你刚才说很快，我刚才说太久就不要，你跟我说很快就好。然后他妈等了那么久，你跟我态度那么差，说东西做了。有啊，东西真的做了。这么多不是你的东西啊？都是你的啊。这样你还敢找来我来搞？嚣什么东西啊？我做生意谁跟你嚣张？是你嚣张，我嚣张。他妈态度他们那么差，我没有拜托你啦。你用丢的啊！你也用丢的，我客对你客气干什么、啊？我欠你钱是不是啊？他妈，我也欠你钱啊！